山东这个牛杂汤啊，太接地气了，哇塞！大爷，现在这个牛杂汤是怎么卖的？40一斤。哦。多少钱一碗的都有吗？每斤10块，老不正经。哦，那给我来个15的吧。15的。啊。选择好的价啊。哦。那用微信能支付吗？不使那个。哦，不使微信。哎，你说不要换。哦。啊，光收现金。哎，现在新时代了，咱也不收那个微信。哎，不行，你不能当网车了。哦，不会用是吧？哎，哦，15一碗，好嘞。年龄大了，养四弟哟。啊哈哈。给他就是现金钱。啊，就得现金啊。哎。啊，撇撇汤。哇塞。我的。嗯。从那北边吧。哎，好。啊，这一碗就好了啊！啊，得上烤排这边来换，给我来2块钱的吧，大娘。啊，我在这能换现金是吧？那外边不能换了，就能换现金。啊，那行，再给我换15块钱的现金，我给你扫17行吗？啊，行。啊。哎呀。2块钱烤排啊！我再背这个纸也行吧？不要两个，我不要两个。要多少钱？两个，我要两个，你再就背这纸也行吧？要几块钱的？8块纸都行。10块。啊，我付过去了。啊，再给我15。好嘞。大爷，给你钱啊，15。哇，看看这些毛肚。农民食点赞。